接下来我们跟各位分享一下搜寻引擎的一个应用哈，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压抑，对不对？怎么来上这个研习？讲义就这么一张，勉强算两张 A4，然后要两个小时，又来讲搜寻引擎，请问你会不会找资料？你会找资料，对不对？你都怎么找？关键字下去就找，这是一种方法。那我们先看看好了。我问一下，有没有人有看过这一个 Google 好手气？有吗？我问一下你们首页，你们首页是设 Google 的举手。你有注意过这个功能吗？你们平常都不玩彩券的哦，都没有试看看自己的手气，你们实在是很讨厌呢。人家明明就有，你们为什么没有？你看，我找一个给你看。我们回到 Google 的首页，这不是新功能吗？有没有看到好手气就在右手边呢？为什么你都只按这里？请问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？真的有时候要试看看，尤其是你找的是什么？如果你找的是属于那一种，就是叫做比较标准的，也就是说，比如说我今天要知道我们学校在哪里，学校的资讯，直接要进到学校网页的话，我会用好手气。我们看一下哈，在这边，好，如果是这样子按 Enter， 是不是会找到一长串，对不对？那都是我们学校的资料，但是呢，如果我直接用好手气，好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看看有什么不一样。好手气，好了哈，那这边卡住，我就先跟各位讲，其实最大不同在哪里？如果你是我们刚刚直接搜寻的，它有列一大堆清单，对不对？那么好手气就是直接进到第一个选项，因为如果你要找，比如说找学校也好，找比较明确的，那我就要直接进上官方网站了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用好手气，你就不用说我进去这里面，然后再看第一个结果，我再点一次，这样是比较快一点。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好手气呢，其实你有时候可以稍微尝试看看，效果也是很不错的。那么再来呢，我们来介绍一个这个叫做知识补，各位有注意过吗？这是 Google 应该是去年吧，去年在有推出中文版，就台湾正体中文就有了。那英文版是前一两年就先推出来了。好，知识补，像我们刚刚所给各位看的，你如果透过这个搜寻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在这边，在这里的话，平常各位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知识图谱，那么知识图谱平常如果你在做这个搜寻的时候，没有错，你一找是会找到很多的相关的内容在左手边，对不对？那你是要自己一个一个慢慢过滤，你觉得累吗？很忙，你有没有用啊？你看一下我们右手边。右手边有没有一个整理出来一些东西，对不对？这个就称作知识图谱，知识图谱。也就是说，其实 Google 也希望搜寻你更聪明一点。那各位都有看过像什么维基百科或百科全书，它会，如果你针对你想要找的人事实地物，它会先做一个什么，是一个基本的资料给你。那你从这个资讯里面去找到什么？去找到相关的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在这边很容易就可以找到跟学校相关的资料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呢，如果你是属于名人的，比如说你想要找这个歌手的，你们要找谁？有这个吗？对不对？苏打绿啊。好，你看右手边有没有他相关的资料都出来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可以看一下哦，在这边
什么时候开始，主唱是谁，唱过什么专辑，成名成员有哪些人，是都有。如果你再更有名一点，你的身高体重，爸爸妈妈是谁都知道。周董知道吗？哈、哦，哎呀，你看喽、哦，你看这边，找他，往下，有没有连爸爸妈妈是谁也要被列出啊？他爸爸也许你不认识，但他妈妈比较常上电视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很多啊，那很多人就只看到这里，有点可惜。因为怎么样？你看你往下走，他还会列出说更多相关的。你看到、哦、我把它更多相关的把它打开。哇，他现在反正太红了嘛，对不对？哇，今天打不开，好吧，没有关系，我就点这里好不好？因为会有一些相关的人。那么你点了之后呢，上面哇，今天都出不来了。糟糕，看来今天 Google 有状况。正常来讲，你点了这些照片，就是跟他相关的人物之后啊，他上面会直接在这个上面，就会又列出，就是另外一个你所搜寻的。比如说你现在找这个他的这个专辑，那点了之后你不用换页，他在上面就会列出来，好，就会列出来这里面相关的，然后呢，右手边这里。这个知识图谱就直接换成你现在找的这个关键的内容，等于说你不需要换页，它就让你直接先看到那些结果，这样对我们在搜寻上就相对比较有效率，好、哦，比较有效率哈、哦。所以这个呢，是我们在这边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知识图谱的部分，好、哦，图谱的部分。那这个呢是我们找资料，你可以像这样。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下各位有没有上网找过图片吗？图片都有找过，对不对？平常你怎么找图片？关键字嘛，关键字。但是我很会问你一件事情，如果这个人或这张图、图画、这个风景，我去过，我看过，我有印象，但是就叫不出名字，请问你要找什么关键字？啊？是要安怎？哎，这个人我认识啊，可是我看到他我就想不起来他叫什么名字啊。那这个时候，你可以用什么关键字打，就不好找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其实有一个功能，你真的可以试看看哦，在这边哦。假设我从这边好了哦，我从这里抓这一张好了，我把它先复制好，先把它存下来。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个情形，就是这张照片你有，可是网络上你不见得找得到啊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像这样子，你看哦。不管你在 Google 浏览器或火狐浏览器，都可以用这个功能，这个叫做以图找图。但是，请你不要拿 IE 开玩笑 ，IE 不支援。好 ，IE 不支援，我做一次给你看哈、哦，在这边，我就从这边把我档案轴板打开。好，档案轴板打开，我就找到我的刚刚那个档案。好，有一个图片在这里。在这边，对吧？我就到这个图片，可是我可能只看了这个，我并不知道它是谁的，好、哦、是谁的。那你可以这样做，但是一个前提哈、哦，麻烦你在搜寻的时候呢，要请你进到哪里？要进到图片这个功能，也就是说你不能在不是图片的时候哈、哦，你如果是在网页的，那这个功能就没有用，哦，这个功能就没有用哈、哦。好 ，OK， 那我就把这一张，你看简单一点的，我就先把它。看得到的情形之下也可以的啊、哦，像这样子，好，我就把它拉过去喽，拉到这边，拉到这上面来。哇，今天不知道，哎呦，有没有拍子上台？他就帮我找这张图片相关的内容，这样你了解了吗？所以我们常常都在讲一件事情，有图有真相啊，哈哈哈哈，对不对？图片也可以讲故事啊。因为我从这张照片里面，我去找，不只是找这张照片，而可以找到什么跟它相关的资讯，跟它相关的资讯。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搜寻型的上面跟你平常找的不一样？有发现吗？前面是有那个照片的缩图，而且它很聪明。我刚才没有告诉他我要找什么关键字，没有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发现到？
他连这个是谁的字都找到了，这是他厉害的地方啊，好厉害的地方。所以其实这个叫做以图找图，不是以图攻图哦，以图找图。哦，你的照片也许是来自你自己的，也许是来自网络上的，都可以通过这个方式。那我们刚刚的方法就是说，可能也许网络上我找不到这张图片，但是呢，我可以怎么样，直接传到上面去。那你如果已经传到上面去之后，你就可以从这边再去找它相关的这些图片的内容。哦，比如说你看我们这个图片，点了，如果你想要找这一张，你也可以按着这样丢进来，有没有？搜寻的结果你可以直接把它丢到上面去，它就会开始换这一张来找，没有错吧？对不对？哈，所以你可以像所有大小啦，你可以像这样子去找到其他不同的 size。所以呢，这个以图找图的这个小技巧，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第三点的部分哦。你可以真的留下，各位有没有注意？我的分类是有分必修跟选修哦。我们在这有分必修跟选修哦。必修当然就是觉得你应该一定要会的嘛，因为这些功能很好用的，可是有一点不见得知道。我们刚才的以图找图，你有没有用过？有的人可能有，但是大部分同学都没有特别这样用过。哦，好，所以呢，再来我们看一下哦，这关键字的这个我就不讲哈，就讲这个哈。最近，因为各位现在首页大部分都是在 Google。不然就雅虎嘛，请问你有没有超过这两个以外的范围的？你们家浏览器打开之后，你们家的首页是设哪一个？雅虎跟 Google 而已嘛。雅虎的是通常比较喜欢找资料，不对 ，Google 是比较喜欢找资料的，雅虎的是比较喜欢八卦看新闻的，因为上面新闻很多啊。你们有设过 MSN 的？没有哈。开内的那个是不小心，因为中华电信你要装的时候就把你预设成开内的嘛，所以通常装完第一次会有，第二次以后就改成别的。好，那 MSN 其实现在最近有做改版，事实上也不错呢。可能各位没有去注意过哈，那我看这边现在通不通？好，这样可以。那我们比较关注的是在它健康里面的。因为最近你看这个吃的东西有很多问题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对自己的身体有了解过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它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，在上面这边有没有看到有个叫3D 人体？有没有？在健康里面它有一类别叫3D 人体。当然它这次改版其实是比较适合，比如说像各位用平板啊、手机啦、这样比较这种卡片式的那种风格的，那它很特别是在这里叫3D 人体，你可以针对你有兴趣的主题直接去看，那它会把这个做给你看，你喜欢看男生就看男生，看女生就看女生哦。你看这个可以旋转，有没有？是即时互动的。以往其实也有这类的网站，但是他们大部分会跟就是需要一些其他的辅助。那现在这个是直接就可以在线上看，比如说如果你想要看我们的眼睛，我就把它转过来一点，你看在这里滑过去画眼睛，这样看不到，看大脑，你看点进来有没有跟大脑相关的这些结果你都通通出来了，而且不止这样子，你可以看到相关的解剖学，我想要看那个下像那个三叉神经，我们常听到嘛，牙齿痛的时候啊，很多是跟三叉神经有关系，对不对？那它这边就有一些相关的解释，有没有？你点哪一个，它就会自动跳成那一个的说明。所以这个很特别的一个方式，因为代表说大家现在慢慢比较意识到健康嘛，身体你24小时都在用，但是你有没有给人家特别照顾一下？没有哦。我介绍过一本书给你看一下好不好？你们以前可能都忘记跟妈妈了。因为从妈妈出生的时候，有一本书你可以找，叫做《人体使用手册》，真的有这本书啦。你们买什么3C 啊，买什么不是有使用手册吗？这个是一本电子书，但是也有出实体书哦。你可以找看看，
好，你看我们这样找，这里还有电子书，像现在这个是电子版，也有那个就是这个，后来因为太多人看了，然后也有实体输出，这个比较颠倒过来，一般都是我们出了实体书之后才会有那个电子书嘛。好，那这个呢，这一本书不多啦，200多页而已，那也不错，可以给各位做个参考。档案还没出来，辅导，辅导还在，好，好，去博客来看看，看看是博客，啊，这里，他后来就是有好几个那个封面嘛，但是都是同一本。你看你们以前出来的时候，是不是忘记跟爸爸妈妈、跟妈妈拿了？不是爸爸，跟妈妈拿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身体都随便乱用嘛。等到出问题才想到啊，怎么那里痛那里痛？哦，所以这个呢也蛮特别的，顺便介绍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那我们了解这几个之后呢，我们这个再来看一个咯，再来看一个，这个啊，还是我现在先把这段先停一下。